远处的建筑物爆炸升起浓烟。根据路透报道，俄罗斯派出四架无人机空袭乌克兰北部城市苏米，炸毁一栋官方建筑物和两栋住宅大楼，至少造成两人死亡，1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夜间谈话影片中呼吁，必须强化有效应对的防空系统，减少空袭带来的伤亡。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三号表示，乌军上周从俄军手中收复了37平方公里国土，但乌军在南部和东部前线依旧面临俄军的壕沟障碍。马里亚尔表示，虽然乌军在乌东巴赫姆特周边与俄军陷入激战，不过在南部朝向梅利托波尔和博德扬斯克前线传出捷报，目前取得了一些成果。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指出，受到地雷和其他障碍影响，乌克兰的反攻行动非常困难，同时也肯定乌军谨慎行事是正确的决定。乌克兰现在处于反攻初期阶段，西方援乌的力量也持续增加。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曾担忧军援乌克兰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可能会导致俄军疯狂报复，不过日前英国提供乌克兰射程与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相似的暴风影飞弹，俄罗斯的反应不如预期激烈，让美国重新考虑提供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事实上，乌克兰已经利用威力十足的暴风影高效打击俄军后方重要阵地，但由于乌克兰尚未取得空中优势，而暴风影又需要借由战斗机搭载，执行任务的风险还是很高。相较之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可以利用海马斯系统发射，射程高达300公里，威力与射程都优于海马斯制式的227公里火箭弹。一旦乌克兰获得足够数量，远程打击能力可望增强10倍以上。记者张维正整理报道。